风飘飘，我找你有事情要谈。等我们打赢了挑战赛，拿到全国武道大会入场券之后，请你不要跟我们去参加比赛。凭什么？你知道因为你的事情，魏师兄需要背负着多大的责任吗？这是我跟魏楚两个人的事儿。你们的事情，这是整个太极门派的事情。 如果输了，太极各家联合逼宫，你让魏师兄怎么去应付？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相信？那你就拿出点实力啊！你们都给我住手！ 刻苦训练，刻苦训练，刻苦训练，刻苦。喂，快到饭点了，我饿了。今天你点外卖行不行？等你回来叫。哦。 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嗯，我没有偷偷摸摸的呀。都说好了，等吃饭的，你才回来。哦，嗯，我怕打扰你。哦，对了，嗯，这是明天拜师大典的流程，你记一下。 手怎么了？没事。快来坐。我不了，我先回去了。快点。 陈明和杨凝雪找过你了吧？陈明跟杨凝雪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已经帮助我太多了，我不想让你再有压力。你这是担心我？我才没有。打输了就是打输了，以后多加练习就是了。不过，努力练过之后。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但你以后要学的还有很多，我准备给你加特训，从明天拜师大典结束之后就开始。
魏楚，我还有点紧张，我怕一会儿出错，他们又该看不起我。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放心，到时你拜师典礼的仪式你都记住了吗？差不多吧。差不多。嗯。我看你是最近太闲了吧，要不要我加大训练量？别，我记熟了。不过。 就是拜师仪式需要这么复杂？看来我有必要提升一下你的思想觉悟了。思想觉悟？哪跟哪儿着？你不是问一个拜师典礼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仪式吗？仪式之所以复杂，是为了让人们觉得它很郑重。最典型的就是结婚仪式。可是。 咱们这不是拜师吗？拜师和结婚，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仪式。两种仪式，其中的过程，只不过是为了寄托人们的念想，希望美好的东西可以一直存在。那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的拜师才这么复杂。你可别小瞧那些仪式，说不定。 请师者入席，请师者上香，向历代掌门行礼，请长者和师者就坐。 请各门主就坐，请弟子诵读拜师帖。拜师帖，幸随魏楚先生到见。弟子风飘飘，年18，久仰先生武艺，承蒙先生允纳门下。 愿拜魏氏太极掌门，魏楚为师，执弟子之礼，谨遵师教。风飘飘，动怒。请弟子呈上拜师帖，请弟子向历代掌门行大礼。 请弟子向师者敬茶。师父，请用茶。请弟子向师者敬束修之礼。弟子聆讯。
收徒帖，你我师徒结缘，实为幸事。记入我门，日后当刻苦修行。望你天资聪颖，别具慧根，但仍需戒骄戒躁，保持进取，方能弘扬太极民族文化。此帖为证，魏楚。风飘飘现已正式拜入魏氏门下，为魏氏太极第24代弟子李成。起来吧，飘飘。我也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这个就当做我给你的见面礼吧。这是，哼，掌门对新收的弟子偏爱有加，家传的玉佩都相送了。可不是吗？诸位门主，我对飘飘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在全国武道大会上夺冠，扬我魏氏一门的名声，自然要把代表掌门弟子的信物交托给他。魏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师傅，还有什么需要收拾的吗？要不扫扫地。挺干净的呀。古人练武会把武功融入到生活当中，意思就是把武功的一招一式都可以融入到行立坐卧劈柴喂马扫地除草之中，融会贯通，形影不离。哎，哇，可以的呀。就，我也想学，教教我呗。把瓶子捡起来自己练吧。丹田需要深呼吸，保持强大的定力，暧昧是基本考题。那个师傅，打头了。我就是这样，偶尔会变笨，有些迟钝，也可以解释为单纯。和恋人失散多年的心得，往十点钟方向向前跑。Just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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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别对我打着太极，该怎么试着防御？我的步伐。这是什么呀？这是你新的训练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增强你脚上的力量。你虽然经过了前期的体能训练，但力量依然是你的薄弱之处。你要学会活用腿上的力量，打一套太极拳，用太极步带动你脚上的拖布，把整个客厅都拖干净。我知道了，我就是一个人形的拖布。你说什么？没什么，我现在就开始听。哎哎，这怎么这么难念啊？好好练。有些迟钝，也可以解释为单纯。和恋人失散多年的心得，往十点钟方向向前跑。Just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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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为公开身份，别不想承认，谁是我的，我是谁的？别对我打着太极，该怎么试着防御？我的步伐在哪里？你是不是该说几句？别对我表现太急，寻找那蛛丝马迹，却依然在浮现暧昧的情节。出出出出手有点轻，佛佛佛佛心爱的你，躲躲躲多少个秘密，藏藏藏藏在谁的心？太太太太极生凉意，不下
魏师兄不是说今天来当助教吗？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请教一些太极正宗的招式啊。各位久等了。魏楚啊，你们先进里面准备一下，我跟他们两个有点话说。打伤飘飘的事情跟我解释一下吧。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只是认为飘飘没有做好进全国武道大会的准备，而且我不认同他。小雪道歉啊。我不道歉，我又没有错。自从受伤以来，飘飘一直细心的照顾我，却从没有落下对太极的训练，这还不够说明他对太极的热爱吗？我们学习太极讲究的不就是包容豁达吗？你们两个练太极这么久了，难道连一个喜欢太极的人都容纳不了吗？既然你们叫我一声师兄，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风飘飘不只是我的徒弟，还是我非常在意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轻易的伤害他。魏楚，小雪她知道错了，她还是太在意太极，所以才会一时冲动，你就原谅她吧。下不为例。那我们开始吧。出去处理点事儿。你这一边练哑铃一边看书，一心二用啊。我这不时间不够用吗？我真想长三头六臂。要不是我，就砸到脚了。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样。走吧，训练去。恢复了。哑铃是哑铃，哑铃是哑铃。看书是看书。哑铃，哑铃，看书，翻篇是翻篇，再换一本儿。继续看，继续看，继续哑铃。迎
清晰，深深呼吸，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无畏无惧，多一点努力，成败都有不平凡的意义，一步一步向前慢慢靠近，每一招一式解决所有难题，就算有再多阻力，我也不会放弃，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把伪装卸去，做回自己，就算世界与你为敌，我依然站在你的身边，谨记我就时间传递出勇敢，说再见，那个胆小鬼，许下心愿要学会与你并肩，不畏前路艰险，坚定全心全意，全心全意不离散，初次相遇，甜甜的空气，心意心绪，心神全面站立，不再逃避，用全力冲击，证明自己可以改变过去，一笔一画写下最美回忆，恨一点一滴推演爱的节律，不管未来难或易，都要学会珍惜，创造那属于什么？这是你的制胜法宝，右边的招式你记一下，左边的招式呢是破解之法，给你一个小时时间记下来，然后我们去练一下。练得怎么样？明天不就比赛了吗？怎么还练新动作？今天教你刚刚好。明天的比赛感觉怎么样？紧张。没关系，放轻松一点，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可是我明天是第一次上台，我一想我心就蹦蹦蹦跳个不停。不要想太多，尽力就好了。那你再看我打一遍吧。好。等一下，腰抬高一点，蹲下一些。腰是力量的源泉，如己发力，腰如车轴，气如车轮，这样打出来的拳才更有力。继续吧。好。
很厉害了，明天你一定可以赢。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相信。各位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们不要给我掉链子。是。时间不多了，再去准备一下。好。这真的是我从小到大过过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谢谢你们。来，蛋糕给我吧。哎，笑笑师姐，你来就来嘛，带那么多吃的干啥？大家分着吃吧。吃东西喽！哇！这个给你。分一下，哎，吃点。这个不是海洋的便当吗？我们吃了，他吃什么？人家当然得私下约去了。哦，拿上，快点。学长，我真的没想到你会为我做这么多。这不是我一个人功劳，大家都想给你个惊喜嘛。别傻站着了，去吃蛋糕吧。我已经订好了位置，等下我们一起去吃饭。今天你可是我最大的贵宾了。哎，要不然先吃蛋糕吧。你做的，我一定要吃的。好吃。真的好好吃。来，大家多吃点。好吃。怎么样？生日快乐。谢谢你，我真的好久都没有那么开心过了。我也是啊。先生，这是您点的酒，现在要开吗？可以开。小小，我先去趟洗手间，你再等我一下。好。你车胎怎么没有气了？哎，我看看这边。哎喂！我扶你去浴室。那多麻烦啊，麻烦你好多回了。哎，没关系，就几步路。学姐跟你说话，懂不懂规矩啊？你没事吧？那种情况下，任何人我都会帮助的。可以看得出什么？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这有什么不好的？笑笑，你是个非常棒的女孩，但是我现在一心只想着复兴太极的事情。时间到了，小女孩的南瓜马车应该消失了。
笑笑，笑笑。先生您好，您的女伴几分钟前先行离开了。裙子还挺好看，去，哼，还挺有眼光的嘛。听见我的声音吗？只想对你说出心里话，所有不安，所有喧哗，都在你面前表达。每当夜深，眼泪会落下，也许是习惯。牵绊，所有苦难还在挣扎。对不起啊，踩到你鞋了。没事，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你不也还没睡？我失眠了，出来走走，散散心。你看，好多星星呀、啊。以后你失眠了，可不可以叫我出来陪你看星星、啊？你是我的未婚妻，不叫你，我叫谁叫？嗯，不是，舞蹈结束之后，我们就澄清关系吗？你还在想着重庆关系啊？让我化作一阵风去拥抱，渴望你停住在我。你是我唯一的弟子，也是我的未婚妻，我们的关系一辈子也撇不清了。你们怎么也肚子疼？你们两个，昨天我整整在厕所蹲了一晚上。
吃药都没有用。怎么你们两个也拉肚子？叶，难道海洋师兄你也中招了？不知道大家吃错了什么东西，现在去医院也来不及了。大家全都这个样子，怎么办？哟，各位，你们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一个个跟软脚虾似的。要我说，你们还是别参加比赛了，省省，要不然不仅丢了面子，还丢了里子。你给我闭嘴！早点回家吧，回吧。谁说我们太极系没人了？风飘飘已经通过了转系申请，成为了我们太极系的人。魏楚，